The Philippine Institute of Quezon City held a celebration of its 6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济顺市飞华中学举行创校60周年庆典。2024年2月4号中午，济顺市飞华中学校友会假作马尼拉大酒店大宴会厅隆重举行庆祝母校建校60周年校庆典礼。飞华有校代表、社团代表、嘉宾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校友会理事长柯如如担任大会主席，他在致辞中对母校60甲子生日表示热烈祝贺，对母校的栽培表示感恩。同时，他也感谢校友们对母校的回馈以及对校友会工作的支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王悦参赞兼总领事出席并致辞。济顺市飞华商会永远名誉理事长、校友会指导员蔡聪妙博士出席并演讲。飞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东方博士、飞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永宁、济顺市飞华商会决策委员徐焕然、济顺市飞华中学校董会董事长洪建雄、济顺市飞华中学校长李淑慧等先后致辞。李淑慧校长在致辞中代表学校李董事会及全体师生向校友会表达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在学校推动了捐献助学基金、贫病退休教师的生活津贴、校友子女在本校就学的奖励金等方案。他同时祝愿济顺飞华冲破春寒料峭，迎来春暖花开，校运昌隆，永续辉煌。期间颁发60周年校庆活动捐赠者奖牌。颁发杰出校友奖和大学高荣誉毕业校友奖。以及颁发篮球和保龄球队感谢状。随后，校友会捐献母校教育金以及致赠退休师长奖励金。庆典大会共同主席、校友会执行副理事长柯志超致谢词，张春雨、叶天慧、陈海慧担任大会司仪，并介绍主宾、席宾。典礼仪式之后，进行了聚餐、祝酒、抽奖以及娱乐节目表演等活动。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